以前喺古代啊，唔同地方點樣應付月經嘅呢一回事，點樣處理啦？大家估下啦，第一個估嘅地方係咩咧？埃及呢個地方啊，睇下先啊。啲床而家咁恐怖嘅咩？非常火之寶。跟住你寫過咩功咩處住供奉，哇！佢哋佢成日要供奉啲神啊嗰啲噶嘛，咁可能佢哋全日就好危險，就攞個兜，就全日屙喺嗰度，跟住就攞去供奉。哦，佢講緊咧埃及嗰陣時啲暗黑嘅邪術嚟嘅應該係，都係古神頭啊，童子尿，女人女人 M 咯。阿徐阿蓮同埋阿芝芝一樣嘅喎，學點樣何以用咩樹葉咧？大自然嘅感覺，係啊，好大自然咯。其實我用翻嚟搭埋一劈咁樣，跟住搭好啲沙，啲沙石，或者可能用杯咯吸住。我整個杯型嘅嘢，我哋不如睇個答案係咩啦？搞唔掂大佬。係啦，佢個衛生巾發展嘅初型係咩咧？哦，原來咁樣啊！小木棍軟化後嘅沙草紙包住小木棍上啊，作為衛生棉條喎。哇！點估到你咁醒目啊？我覺得有呢個咁有趣嘅答案，之後估下邊啲，我就可以再多啲創意啊！係啦，羅馬哇 ，Macosa， 你呢個接受唔到，係好錯誤嘅觀念嚟嘅。葡萄酒啊，係葡萄美酒，夜諗到啊，純粹飲翻啦，係好好啊！嗱，我特別啲，我覺得係咧，羅馬嗰陣時應該吸血獸嘅係，因為佢哋有鬥獸場啊嘛，失食獸長，一啲吸血獸係專幫你清理嗰啲嘢，有啲吸血嗰啲水質咧，係啊，可能係嗰啲嘢啦，係啦，哇，所以好驚啊，好唔～風味啲嘅羅馬啲 pizza 意大利粉咧好出名嘛，咁你加啲 organic 啲嘅面團，又可以適合唔同嘅 shape、唔同嘅 size。飲花冇分別，我覺得。羊毛對付驚奇嘅，即係濕啲羊。點樣對付？哇！咁如果係都幾浪費羊毛嘅喎，佢會唔會重新再用嘅咧？羊毛吸水都吸水，吸水力好強嘅喎，同埋咧染咗嗰個色咪都係變咗個色嘅喎。即條羊毛底褲，係啦，羊毛底褲，啦底褲啊，生生塵啊，真係會。好啦，再一個地方啦，就係日本啊，可能用櫻花嗰啲葉，好啦，用粉紅色咁樣可以有偽裝嗰啲顏色。嗯，如果你咁樣講，我會覺得用綠茶，綠茶粉啦，係啦，係咧，綠茶嘅水味咧，掩蓋翻嗰啲異味啊，等等，仲可以令人感覺到好清新怡人添啊。紙對對接，曾經把紙對接嚟當衛生棉，日本接紙嘅文化融入咗喺呢度啊！佢哋成日接啲紙盒啊嗰啲嘢噶嘛，啲紙藝。係嗰啲和紙好勁噶嘛，攞嚟做誒門又得，做窗又得，又柔軟又堅韌。即係冇嗰時就喺塊門嗰度掹出嚟。